好嚟到咧 equation of circles 嘅 part one。咁咧喺呢段 video 里面咧，我会简单同大家讲解下咧，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咧，揾到一条 equation of circle 啦。咁同埋喺条如果我俾一条 equation of circle 你咧，我哋点样可以咧 read 翻一啲紧要嘅 information？ 咁但系未开始喺 equation of circle 之前咧，我都想咧用一个简单嘅概念咧，或者用短短嘅时间咧，帮大家温下咧，equation of circle 呢个概念究竟系啲乜嘢嘢？咁咧喺中四嘅时候咧，就学咗咧，如果咧我哋有一点，譬如喺嗰幅 graph 上边，我哋咧有一点咧一二啦。咁如果咧佢个 slope 咧系二嘅时候，咁我哋 positive slope 咁样斜啦。咁你会可以揾到 equation of circle。咁我相信咧，大家同学都一啲都唔困難嘅，咁你可以用最簡單嘅方法啦 ，let y 等於 2x 加 c 咧 ，be the required equations。咁然後咧，你可以咧 substitute 嗰點入去，咁 c 咧應該會等於咧零嘅，哦，咁我幅圖應該咧係咁樣嘅 ，OK。咁我好求其寫一點一個 slope 俾你嘅啫。咁喺呢度裡面咧，其實你會揾到條 equation 咧，就叫做咧 y 等於咧 2x 就係咧 is the required solutions required equations。咁其實大家知唔知咧？你而家揾咗呢條線嘅 equations， 其實咧即係代表啲咩咧？咁喺中二裡面咧，其實你已經學咗噶啦。其實咧呢條線咧，呢條 equations 同呢條線嘅關係咧，就係咧呢度咧每一點咧都 satisfy 咧呢條線嘅。satisfy 呢條 equations， 即係代表每一點代落去咧 left hand side 咧應該都會等於 right hand side 嘅。咁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概念，所以咧其實你中四學嘅時候咧，應該其實你最初頭咧唔係用呢一個方法嘅。你最初頭咧應該會係咧，我哋知道咧，假設上面一點叫 x y， 然後你想揾得曬咧，所有都符合呢條 x y 呢點咧，同呢條線嘅點咧有一個關係就係咧，佢咧同一而呢點嘅 slope 咧永遠都係二嘅，咁所以咧你先有咧一個叫 slope conform， 所以二乘x 減一會等於咧 y 減二呢個情況出現，即係點解會有條即係你會學 slope conform 嘅時候，點解會有呢條式？其實你想揾到咧佢哋呢兩者嘅關係，然後揾一條 equation 咧 relate to 佢哋。咁我想帶住呢個 concept 咧一齊睇 equation of circle。其實咩係 equation of circle 咧？或者究竟一條 circle 一個 circle 一個喺個 cartesian coordinate plane 裡面一個 circle 有啲咩特徵咧？佢個 x y 會係點咧？咁啊，如果你記得 circle 嘅最基本 definition， 最基本 definitions 就係咧，其實係講緊所有點同圓心嘅距離咧都係 r， 所有點同圓心嘅距離咧都會係 r， 咁咧就會形成咗咧一個 circle， 即係所以咧，其實咧你可以咧用一個簡單嘅寫法，我而家假設咧。呢、这個 center 咧就 h 同 k， 我知道每一點，我假設呢點叫 x y， 我就想揾一條 equation 咧係關呢個 x y 事。咁佢哋個 set 嘅距離咧會係 r， 咁唔難咧，大家可以寫到咧呢條嘅公式 distance formula， 兩點中間嘅距離會等於 r。咁咧，所以咧呢一個咁，我哋唔想喺個 general form 裏面或者即係我哋 standard form 裏面咧，會有一個 square root 喺度啦。所以咧，我哋兩邊一齊 take square。咁咧呢個咁嘅 format 嘅樣咧，其實就係一個 circle equations 嘅樣啦。而我哋有個特別嘅名嘅，呢個叫 center radius form， 就係 x 減 h 嘅 all square 加 y 減 k 嘅 all square 會等於 r square。咁所以首先咧，第一樣嘢你一定要識就係，如果假如我俾個 centre 你三二，話俾你聽個 radius 咧係五，我想揾個 equation circle 咧就好簡單啫 ，x 減三嘅 all square 加 y 減二 all square 等於
五嘅 square。咁啊 ，let's say， 咁所以咧，你第一樣嘢你要知啦。第二樣嘢你更加要知咧，就係如果假設我俾條 circle equation 嚟，好似下面咁啦。Cast practice one， 我哋可點樣可以揾翻個 centre 咧？如果用翻頭先個 concept 咧，就係、是、x 減一嘅二次加 y 減零嘅二次會等於二嘅二次，將佢變翻做呢個樣。咁我知道咧 ，centre 嗰個咧，記得係一定減過呢、這個，咁 centre 咧就會係一同零啊。咁個 radius 咧就會係咧呢、這個二啦。咁咧，但係咧有時咧，我覺得咁樣嘅每次都咁樣變咧，有時都幾難嘅。咁所以我自己會咁樣睇，代 x 係乜嘢？呢個 terms 會係零啦。咁啊，一減一會係零。咁所以咧 ，x coordinate of centre 為一。諗下一個 x 代咩落去，呢、這個會係零。咁嗰個咧就會 x coordinate of centre。咁記得個 x 一定要前面係個 coefficient 一定係一先可以用到呢個方法啦。如果唔係，你要 simplify 咗佢，因為佢樣咧一定係 x 同 y 前面嘅冇嘢先可以係個叫做 centre radius form。y 代乜嘢？呢個 term 會係零啦，所以係零啦，因為零嘅意思先會係零。咁所以咧會係一零二啦。相同道理，你可以用翻頭先嘅方法，即刻寫到零負二，因為代負二落去。這個 term 會零，所以個 y coordinate of centre 咧就會負二啊。呢個代零，咁所以咧個 radius 記住要 take square root 係三。咁大家幫我完成埋 CD 啦，咁我唔同你做啦。聽翻我哋可能好快就，你可能你即刻寫到噶啦。咁頭先講咗啦，第二個 concept 好緊要嘅，就係如果我俾個 radius 你，俾個 centre 你，你一定要識得點樣用翻個 centre radius form 揾翻個 centre。咁所以揾翻個 equation of circle， 所以咧。A 嗰條咧就係 x 減零嘅二次加 y 減零嘅二次會等於三嘅二次，咁所以咧係 x 二次加 y 二次等於九啦。同樣最撚尾都係啦 ，x 減負三加 y 減負一嘅二次會等於一嘅二次，咁所以咧 x 加三嘅二次加y 加一嘅二次咧，會等於一。咁呢個咧係簡單講咗咧，究竟 centre radius form 點做？咁後面嗰版。咁呢個咧，我想咧留俾大家去做，好嘛 ？Example 7.1 4x1 嗱，我講過啦，唔好唔做。我聽日上堂咧，我就直接對噶啦。你唔做咧，你蝕底嘅啫。咁我想你諗嘅。咁啊。已經俾咗，其實一啲都唔難啦。我淨係要你咧做呢一條。For exercise 可能到你温書嘅時候可以自己再做，或者聽晚你可以再做。除咗呢條之外咧，我想你咧幫我諗埋呢一條 ，OK， 同埋呢一條三條題目。咁我想講埋個另一個 format。咁好多同學都話啦，頭先嗰個樣咧係一啲一嚿嘢 all square 加一嚿嘢 all square 等於 r square。咁啊，有啲同學都中意拆開佢嘅，見到有啲 square。咁係啦，嗱頭先呢個樣咧就會叫做咧standard form 或者叫 centre radius form。當你 expand 開佢嘅時候咧，咁我呢度唔詳細同大家成日睇啦，依家下面嗰啲咧我會同大家一齊做。咁咧。expand 開曬佢，咁我哋咧跟個 descending power of x and y 咧，咁我哋先寫 x 啦 ，y 二次，咁 expand 開曬佢 constant 擺最後咧，呢、這個會叫做 general form， 個樣會係 x 二次加 y 二次加 dx 加 ey 加 f 等於零。記住個 coefficient of x square 咧一定係一嚟，咁先係叫做 general form。咁 cast practice two， 咁我想同大家做 c 嗰條，難少少啦，算係。但我相信有些同學都沒什麼困難了。我想 convert 下面的、那個 standard form 或者 centre radius form to 個 general form。 那我將它 expand 開了，根據中二學的 identity A 二次減 2AB， 所以 16X 加64加 Y 二次加 2AB， 所以是二乘五乘 y， 所以十 y 加五嘅二次等於九。咁搬翻靚位，將 x 二次行先，加 y 二次，再寫 x 減十六 x 加十 y， 將呢三粒
落四加廿五減九等於八十。咁咧呢個就會係 general form 啦。咁要你寫 general form 咧，一啲都唔困難嘅。咁啊，期望大家咧以後咧都，如果我俾個 centre 同 radius 寫嘅時候咧，你除咗寫到頭先個 centre radius form 之外咧，仲寫到 general form。咁我哋一齊咧睇埋下面二 A 呢條。咁你會發現啦，將佢用 centre radius form 寫嘅時候，應該 x 減三嘅二次啦，加 y 減四嘅二次等於廿五。expand 開佢，其實咧可以一步有答案噶啦。咁點樣一步有答案呢？咁啊 ，x 二次啦 ，y 二次，減二 ab 二乘三乘 x， 所以負六 x 啦，減二乘四乘 y， 所以係負八 y， 然後加三嘅二次加四嘅二次，咁會係咧係廿五嚟噶，咁所以咧減翻廿五會係零。咁咧呢個就係咧我哋如果一條題目俾你 centre radius 嘅時候咧，你要識得將佢揾翻個 equation circle。咁考試嘅時候咧，一係俾呢個答案，一係俾呢個答案，兩者其中一個都得。咁啊，好咁好快咧，幫我完成埋咧 example 7.3。咁我今次停喺呢一度啦。咁我期望下一次咧，我哋會講埋咧一啲 features of 個 general form。咁下一個係講咩咧？就係如果當我係嗱頭先我哋俾喺個 centre radius form 我哋嘅時候，俾我哋嘅時候咧，我哋揾得翻 centre 同 radius。咁如果俾個 general form 嘅時候，可以點樣咧？其實咧，我哋有啲快啲嘅方法。你話啊，我哋可以做翻 computing square 轉翻做呢個樣啊 ，that's good。咁但係咧，有時除咗用 computing square， 有時我哋可以背一啲方法。咁我哋留待咧下一段片 part two 嘅時候，我哋再 discuss。